是雪山行，总共是 10.9K， 从雪山登山口到雪山主峰。那从雪山登山口到七卡山庄，七卡山庄在 2K 的地方，差不多花了50分钟。雪山东峰的话，它在 5K 的地方。那从七卡山庄到雪山东峰，我差不多花了两个小时。那369山庄是在 7.1K 的地方，所以从雪山东峰到369山庄，雪山东峰 5K， 369山庄 2.1K， 差不多花了50分钟左右。那基本上快要到雪山东峰，基本上都是大景的一个路线了。然后最难走的一段是从369山庄的 7.1K 一直到雪山主峰 10.9K。这个地方的话，我上山花了差不多三小时，下山差不多花了两小时。那要注意就是说，中间从 7.8K 到 9.8K， 9.8K 就是圈谷了。7.8K 到 9.8K 这段黑森林的路段，山径有点分歧。那国家公园基本上都已经把非官方的路径，都已经用栅栏把它围起来，所以基本上跟着每100公尺就有一个里程碑的那个记号，就不会错了。那第二，从雪山主峰回到369山庄差不多是两小时，那第二天从369山庄再回到雪山登山口，我差不多花了4个小时左右。那这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，在冬季爬山的话，你的手机的耗电量，尤其在零下摄氏零下的低温的话，手机耗电量会非常的快，那你就没有 GPX， 所以要想办法把它保暖，用体温或者暖暖包，不知道有没有用。那另外一点的话，就是在零下的低温的话，就算是晴天，山径也很可能会有结冰的状态，所以你的冰爪跟那个御寒衣物，切记要带。今天来爬雪山，现在在雪山登山口，等一下从这边走。进来之后就自制型的上坡，第一个目的地会是七卡山庄。七卡山庄在 2K 的地方，差不多从登山口到这里差不多花了50分。过了七卡之后，我们现在往雪山东峰走，然后中途可以看得到对面的桃山。上面像一颗桃子一样，就叫桃山。好，再走上来一点，这个就是很难爬的中央尖，这个是南湖大山。今天阳光普照路况是这样子，蛮好走的。还往雪山东峰的路上，这边展望特别的好，这是南湖大山、中央尖，这是甘曙峰、无名山，这远远的是泰鲁格大山，然后这边是九月份去过的奇莱北峰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上走。基本上这边就一条路而已，不可能迷路的。枯坡到了，这有点陡，但是不难走，上去就可以看到雪山东峰。好，枯坡，其实这个路比一般的焦山都还好走。好，前面这个就是雪山东峰，后面就是雪山主峰，把握一点时间，看今天能不能够上去。好，我们先去东峰。雪山东峰到了，花了快三小时。雪山东峰3201公尺。那个高山就是雪山。369山庄先放行李，把握一点时间看可不可以上去。哇，这边展望很好
这是品田，这是品田山、石友山、桃山、品田、石友、桃山。山、南湖大山、中央尖、中央尖、甘肃峰、无名山、太鲁阁大山，之前去爬过的奇莱北峰。哎，刚刚好像有点口误哈、哦。这个左边还是雪山，右边是北棱角，那这个是大雪山，这个是雪山北峰，然后这品田山，啊，这风景山很漂亮啊。我们一路往下走，好，下面就是直升机停机坪。桃山、池友、品田、雪山北，圆圆的北棱角，有棱有角才是雪山，这是大雪山。我们现在要往369山屋走了。现在快到369山屋，前面有一些杉木林，这就是高山健行的特色 ，Alpine hiking， 都是大树。路况就是这样子，369山屋。好，现在离开369山庄，在那边卸了一些行李，轻装，现在去公主峰，风景很优美哦，很壮观。369山庄就在底下，上面就是黑森林了，我要赶路了。要往雪山主峰走，我们现在走在黑森林里面了。黑森林 Black Forest， 哇，都结成冰柱了。应该带冰爪上来，那就小心一点走吧。还是有登山客没有穿冰爪，希望上面已经融掉了。野山圈谷，这是冰河造成的，哇，这个很壮观。啊，这个上面就是雪山，看起来真的很不尖哎。来看一下圈谷，高山、品田，这是圈谷。啊，这个是很平的那个雪山，可是这里要陡上去啊，还要再上升200多公尺，距离是800公尺左右。雪山主峰到了。雪山主峰3886公尺，这边是北棱角，这样的雪山北峰后面的凸起来的大霸尖山，然后这是品田山，右边的池友山看不太到，左边那个是凸起来那个是桃山，然后这边云海这个是南湖大山、中央尖山、甘肃峰、无名山、太鲁阁大山、
那是上次去爬的奇来北峰。这个是上个月去爬的芝加羊大山。369山庄内部，这个好，离开369山庄，我们往雪山东峰回程。好，今天是第二天，我们要往雪山东峰，从369。那昨天上雪山主峰发生了两个插曲。第一个是我在369山庄卸装备，把冰爪都卸下来了，明明上面有结冰，冰爪还是留在369山庄，差点害死自己。因为中间就算有一段十公尺的那个结冰，那个也是很滑的。再来的话，冬天要登山的话，最好结伴，因为你所有的电子装备都要 double， 你都要准备双份。我的手机昨天在山上，电池从50%，从5分钟之内掉到15%，再来就没电了。突然变成原始人，那这个如果说路径不清的话，很容易造成在冬天造成失温的意外，如果你又迷路的话，所以这个要提醒大家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往雪山东峰走。又回到东峰了。第一个啊？第一个。嘿。动作很快啊。基本上雪山主东线非常好走，其实就是一条路，没有什么岔路啊。对面是中央尖山，所以我们下个目的地是七卡山庄啊，还有700公尺到七卡。啊，昨天跟今天点名的全部都是3000公尺以上的百岳，啊，爬百岳真舒服。那这边七卡山庄到了，啊，这里离登山口只有2公里而已，啊，我们就继续走啊，走向登山口，啊，不休息了。那，啊，我们现在回到雪山登山口了，这有个大水池。前面那个屋子就是雪山登山口的管理室，雪山登山口。我们这次行程结束。